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我是高雄市市长登记第一号韩国瑜。我们高雄是一个沉睡的巨人，我们二三十年来没有好好发展经济。今年11月24号即将投票，韩国瑜保证，如果有机会当上高雄市长，一定会让高雄沉睡的巨人起来，打造高雄全台首富，伟大的高雄会再度出现。登记第一号韩国瑜，拜托大家踊跃投票。